西班牙，三配对法律，十二是拉丁讲西班牙文。亚裔两岸三地，包括韩国、菲律宾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印度、印尼、越南、缅甸、柬埔寨都在里面，大概6%。嗯，那剩下的百分之啊，OK， 我们终于要回去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破了记录，11个人，有33件行李耶。咱们啊，这是买到非常好的，继续的那团呢更爽，买到我所要的东西，非常。其实非常爽啊，可以带他们一大班环游了美国西部，真的还了我的心愿啊，开心啊，因为他们配合到很好，玩的吃的都很开心，哦，来。你这个三天才花200块美金，重点重点。然后我们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回家，我想不要买不要买，还是买走。我们还请了一个导游啊，谁敢包一个导游三天啊？这三天真的好开心哦，我们想不到我们很多免费东西吃。哇，真的是很开心，因为不是自己买哦，我身边每一个人从头买到脚哦，所以那些经理啊，多过人啊。真的非常开心，我们今天这次的 SN 呢，从 California 北部，哦，因为有的导游带领我们从北部游到南部，真的让我毕生难忘。除了上次意大利，前年那一次过后，还有呢，多难忘的嘞。我就参加 A 团，但是我两年后重新参加 A 团。Top of the world。啊，最难忘的就是我爬上那个 Top of the world， 越到后越。我很开心啊，但现在我钱全部用完。也不要去算鸟了。小小玲珑。哇，你不是就是小玲珑？哇，胡英都台北啊，胡英都做功力啊。又排了11个。啊，一流啊，11个人有这样多行李呀、啊。对，我只十个行李而已。哇 ，My God。每一个人有多少个行李？33个行李啊！来来来，慢慢下来。